哎呦呢？你脸也没有很真呐、啊。打一点，然后打一点，然后每次看你回来，然后就额头这样子。因为呢，女为悦己者容，女人呢就是爱漂亮，就是要保养，然后状态要好。我自己看了也很有自信，我自己也很开心的。就这里有一点点微调，微调，微调。你觉得我会很夸张吗？刚打完很夸张啊。谁打完不夸张啊？啊，还是婷婷要爆料妈妈什么事啊？你都戴假发，啊，这戴假发是哪个啊？啊，因为头发很少啊，你这个也是假发吧？假发，我这是接发。那也是假的、啊。接发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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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爆料。好。对啊，我都会做不一样的造型，让自己就是看起来每一次都常常的不一样。对，不要是说都一样这样子。还有呢？你脸也没有很真呐、啊。打一点，然后打一点，然后每次看你回来，然后就额头这样子。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，就是因为呢，女为悦己者容，女人呢就是爱漂亮，就是要保养，然后状态要好，这是妈妈觉得最基本的，应该要给就是观众的。我自己看了也很有自信，我自己也很开心的，所以我觉得还 OK 啊。就这里有一点点微调，微调，微调是 OK 的、啊。你觉得我会很夸张吗？刚打完很夸张啊！谁打完不夸张啊？根本要让他有一个礼拜的修复期，或者对不对？两个礼拜或一个月这样子啊，那慢慢就会自然啦、啊。因为女人呢，就是要多爱自己一点，让自己可以变漂亮一点点啊。我刚刚这期就进熊了呀，因为我没有办法。像你这样子，就五官长得就是鼻子哎，这么正啊、欸！你鼻子很高啊，哪里没有鼻子？鼻子这样算不错了耶，宝贝，眼睛很开心。对啊，一直不要你看我的鼻子这样，你怎么可能你的鼻子那样？啊，所以我是有稍微弄一点点的、啊，但你这个是自然的、啊，妈妈是有处理过的啊，就 OK 啊，是要让自己美一点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